经过上一次，我的女神被麦逼载走过后，我打击很大，我就不相信今天我叫我爸送我的20万跑车，我载不到我的女神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，是因为我的朋友跟男朋友吵架，然后呢，我也不想放他一个人，所以我带他来 ，OK 吗？OK，OK 啊 ，OK，OK， 这是我的朋友一静。唉，我现在很乱啊，乱到我都吃不下，明明约一个出来，带多一个姐妹。可是我车只能载一个人，她姐妹又西北漂亮哦，我相信她上我的车一定会成功。是谁设计跑车的人坐两个人？很想吃完的。啊？没有，我是讲这里的女孩子，哎、啊、不，这间店的东西不错吃，我想要吃完。那个火太大了，可以关小一点吗？哎，太大。我随时可以变小变大的哦，不是开玩笑哦。他一定是喜欢大的，所以他跟我讲很大。你在笑什么？那个汤都要干了了。那你怕干？我不会给你干的，有我在，你一定很湿。一个怕干，一个怕小。我一定给你们两个满足的啦。你们终于吃饱了哦。我只能载你们其中一个回，因为我今天车只能载一个人。不然你载他回咯，他家住表演。我 OK 啊。OK， 不要啦。本来今天是你们两个约好出来的，不好了。可是他车又不能坐两个人，不然我们就 Grab 回了。也可以了，这样，拜拜。拜。我不愿认输，也不会屈服。今天我再约女生出来吃饭。我不会再奔到驾跑车出来，我看你带多少朋友，我全部打包回。嗨，哇，你们那么多朋友的。你今天驾什么车？你的车能坐七个人吗？他今天驾的车好像只能坐四个人，我们七个人加他八个，怎样坐？哎呀，这样子我们叫个人就好了啦，要不要？要吧，要吧 ，OK， 好，拜。妈咕溜啊！驾跑车载不到你们，驾豪车又载不到你们，我下一次驾一辆玛莎拉蒂载你们。